吃靠吃喝啤酒，这个配合完美。Hello， 大家好，我叫湘琪，今天我们来到自由之丘。好像我前几年，应该是一年左右嘛，我拍过一次那个自由之丘的影片，就是那个时候也介绍给你们，这是一个餐厅叫做菜道。好，为什么拍一样的餐厅呢？是他们最近，听说他们最近开发了一个特别的菜单，我平时买不起的，很贵的菜单，一万块可能。对，老板请客我，耶！所以呢，我们现在进去看一下。哇，我好像来过100次，但是每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心情变好。就像我们现在在那个花园里面的感觉。那我们进去喽。我们现在其实已经进来这个菜到这个店。好，干杯！哎，你再干嘛？真好，对啊，太清淡的味道感觉。大家应该有听说过那个 Happy Car 这个软件吧？然后这家店这个菜道是去年被选那个口碑最好的世界口碑最好的餐厅。あ、小麦の若葉。これ絞ったコンシール。はあ、なるほど。地球上が最もデトックス効果が高い。あ、そうですね。草的味道，是吧？是有点一贵的味道。对啊，就有点像喝药的感觉。排毒的那个效果最高的植物。哇，你这个人。番茄的精华融到它里面 ，OK， 感觉那个番茄的那个精华就是融到这个汤里面了。像真的鳗鱼，いただきます。うまい、超好吃。何年のとこだ、本当。これ？うん。あ、これめっちゃ甘いです。これ、すごい。果物みたいですよ。これ果物みたい、マジで。水ナスっていう夏物。いや、美味しい。美味しいよね。夏の食べ物。ただ切っただけ。没有做什么事，这是生的。好神奇啊！也素的烤鸡串。哦，追加料理，そうですね。全追加、まあよろしいかと。大家一定要吃的，不然我们后头哥的。肯定是，我跟你说过吧，真的很像鸡肉一样，吃烤鸡。和啤酒，这个配合完美。这个月季，嗯哼嗯哼，月季，这个蔬菜有点像那个东西，所以他们叫那个 trombone 丝瓜，那个名字真的是那个香蕉，大概有一点点那个香蕉味，是这个椰子的味道。肉。Oh my gosh！ 好嘛，新猪肉什么 ？OK， 我们的主食，我们的主食来了，我给你看一下吧。Oh my gosh！ 好相似啊，妈的，这个是松露的面条。
香草吃的甘いです。白玉米。香は甘いじゃん。我们曾经有去过他以前那个经营过的餐厅，那个餐厅在六本木附近，就可以说非常高级的地方，一般是应该两三万四万日币的那么高级的店，然后他做了十年后就关了那家店，然后后来开了这个比较平民一点的这个餐厅，一两年吧现在，对，很多素食者就过来日本，那东京玩，但是都找不到那个很特别的日子的时候吃的东西，就比如那个什么生日啊，什么结婚啊，什么蜜月的，蜜月旅行的话，都完全没有这个选择。然后他后来就开发了这个新的套餐，是我们今天吃的这个一万块的很特别的套餐。疫情好了之后，大家应该过来试试看看，真的很值得。我觉得